孩子，看啊，看菜啊，看到没有？嗯。这个是三斤。哦。平时卖一块的，我们卖给小朋友卖三块一斤，这就十块钱。好。嗯，两两五块。这个一起才一共才十块钱，对不对？啊，十块钱啊，是不是？拿回去了啊。这也没人看到，他说他十块就十块，管得那么多，像这样卖下去就好赚咯。卖果子啦，卖果子啦，新鲜的橘子啊！妈，我回来呀！哎，孩子，哎，买了水果啊？我给啊，你买了多少啊？十块钱呢？那个钱呢？那身上有钱呢？老板说刚好加起来刚好十块钱呀，什么加起来刚好十块钱？那加起来差不多一百多块钱的。他说这里多少斤？三斤呢？这里有三斤啊，这十个果，这里一斤都不够。哎呦，他竟然敢骗我，还骗小孩子，真的是这个黑心商贩连小孩子也骗，不得了。在哪里？你带我去那边。等一下。这果放这里先，要不你不去，你在家里，我自己去。嗯，把这个果拿回家去。嗯、真的是气死了！哎呀，卖果啦，新鲜的果子啊，一块一斤呐、啊。哎，你要买果啊？这附近就你一个卖果的吗？是啊。哎。哎呀，这个今天来得早。哎呀，这个果好亮啊！亮啊！要不要尝一个？哎呀，一块钱一斤啊！一块钱呐！啊，一块钱一斤。是啊。是吗？要买一点。要买一点呐。要买一点。那个。装一点的。可以呀、啊，你先装。哎呀，你要多少？哎呀，一块钱一斤。是啊。我就要一斤吧。哎，要那么少啊？哎，够了。你一个人吃？嗯。翻身呢？哎呀，那肯定单身了。单身呢、啊？单身呢、啊？真的？是啊。我也单身哦。啊，你也单身了，这么小啊？哎呀，要一斤是？单身也一块钱啊。五毛了。哎、送给你可以。真的、啊？是啊。真的、啊？也一斤了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一斤，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要一斤有。你二三十个，你也单身，我也单身，我一斤这么多、啊，是啊，送给你吃的可以。单身那有什么表示？哎呀，加个微信，我们慢慢聊，好不好？加微信啊？是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加微信，一般人家加微信，没有那么，我人家哪有那么随便呢？哎呀，加个微信嘛，到我卖果子很好赚的，一天也赚个。三五千块也是挺快的，赚黑心钱呐、啊！哎，不是，勤快赚呐、啊，勤快赚的，哪里、啊？我以为是坑人，哎哦，没有，没有那个事情，哎、我以为是别人啊，别人坑啊，别人的，嗯，我的是童叟无欺，啊，童叟无欺，算是啊，算欺童叟啊，那脸说什么、啊？没有，我说人家、啊，人家是、哎、是啊，干着活，那加个微信啊，小燕子啊，是啊，哎呀。一三，哎，转个红包给你先。转多少嘞？转个520吧。才520啊！我跟你说，之前有个男孩子也是卖水果的追我，他一般出手很大方的，他一加我就是1314，1314，对呀、啊。哎，转过去。哎呀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哎呀。还可以啊，就是心黑了一点。这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就是皮肤黑了一点。皮肤黑一点，衣服还是红的。嗯，我诚信经营了32年。诚信经营了32年。是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你做我女朋友吧、啊？可以啊，我跟你说，做女朋友的话，哎呦，我发现我这个衣服太难看了，衬不上你。买。妈呀，那我没有钱。嗯，500块，可以的没有？500块啊，可以啊。转个500。嗯，小叶子，500。嗯，好，转过去了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干嘛？这衣服也好旧啊，是
有点黑麻麻的。对、啊。买个时尚一点的，嗯、好吧？嗯。这个打个880吧。哎呦，这鱼有那么多钱呢、啊？哎呀，其实还不是还有生意赚的，还有1万块钱。是、啊。哎，那讲880是吧？880吧。哎。嗯，行了。哦，他们又干嘛了？你我最近觉得要弄个大波浪才称得上你，是吧？发型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要搞一搞。我是那个大波浪很贵的，要3880。这个啊，嗯，行，你要搞漂亮点，嗯，到时候我们回去过年，才在亲戚面前呢，有面子，有面子，对呀、啊，3880。嗯。转过去了，还有多少？哎呀，还有5000多呢。还有5000多，哎呦，干嘛？又干嘛？哎呀，我突然想带你回家给我妈看一下。走吧。那不是，是你先卖完水果，哎、不卖了，要不你先转5000块钱给我，给我妈做见面礼。我去跟我妈说一下，我带她出来看一下你合适，那我们那个啦。哦，你妈还在家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那行。嗯嗯，5000。转过去了，行了，那你妈在家，我再装多一点果子给你。够了，你在这里慢慢卖哦。我家就在那边很近，然后我带我妈出来啊。不然我跟你装果子去你家看你妈。不用，你就在这里吧。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嗯，在这里等我啊，然后我就出来，反正我们加了微信了呀。好。嗯，那你跟你妈说我很帅吗？啊，行，那你在这里等。从小无欺在卖果子的啊。从小到西啊。哎呀，我没有，从小无欺。走吧。妈，哎、走了。啊，拜拜。卖果子的，拜拜。哎呦，来这个村的，那小朋友又好骗，那姑娘都好骗。卖果子还交了个女朋友啊！卖果子啦，新鲜的果子。哎呦，这个臭黑心商贩，连小孩子都骗，专门骗。那些同嫂真的是看我不整你回去，哎呦，还加我微信做女朋友，呸！把你微信删了，哼！哎呦，对，删了。哎呦，这么多钱，我不能要这些黑心人。反正他是骗来的，我去拿去给那些五保户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换成现金拿去给他们。哎呦，都下午了。哎，准备收摊了，发个信息约上女朋友，今天晚上吃饭去。小燕子，我收摊啦，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怎么是个感叹号啊？哎呀，还以为找到一个女朋友，谁知道是骗子来的。哎呀，看了他知道我在他这个村做黑心商贩。哎呀，看了不行了，不能做这个黑心商贩了。哎呀，收摊回家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我1万块钱呢。